看看乌龟又出来了，晒太阳了。哎，是不是乌龟怕冷啊？你看它腿都翘的，啊，怕冷啊？你看看，它腿翘的好高啊！你看，你看，一只腿都翘的，怕冷啊？啊？当火车开入这看一看，座哦，陌生的城市，龟龟。你看它这个腿翘起来了，是不是因为现在气温零度了，它怕冷啊，怕凉啊？不知道是不是的。我们一直都是这样的，这么多年都是这样的，放在地上。你看腿翘对吧？你看。哦。这个角度看清楚，你看乌龟腿翘的，你看乌龟瘦掉喽，看看有没有瘦了啊？看我瘦掉喽，一点没吃了。今天气温回升了，你看我们把花都搬出去。乌龟。有没有人曾在你日记里哭泣？有没有人曾告诉你我很在意？来，在你这座城市，来倒水。今天我们吃火锅啊，我看有什么？简单的，把菜都堆在里面。对，家庭火锅就是。家庭的特别火锅，哎呀，台湾香肠啊，毛肚，这是嘛？牛肉丸呢？牛肉丸，哇，还蛮丰富的。这是鱼圆。鱼圆。青菜、白菜、可以咸的。来，吃吧，吃吧，吃吧，我都要吃，喝了。